幻之。子曰：“深乎，吾道亦以贯之。”这凶手竟然会引用典籍。干什么这是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叫什么来着？回一头，小的叫高世聪，是个白衣。是，腰牌给我瞅瞅。明日起不用来了，你被开革了。开革？什么由头啊？老子开革一个白衣，还用得着什么由头吗？来，以后老子杀的每头猪，都他妈姓易。今天就先宰了你！前几日有得罪冲撞一头的地方，是我年轻不懂事，还望一头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。起来，起来！我听说，冷捕头那个徒弟正四处打听20年前的那场大火，先盯紧他吧，看他们能查出什么。绳索缠在陌上，然后再用驴拉磨把师傅吊在桩子上。水都凉了，来人加点开水。